我那是急退的，没关系。哇，喷了！有有，我都吸走，我都吸走了。哦，好险好险！我全身都保护中，然后加锋利式的技能。哇，你也太猛了吧！我在农庄。我分给小姨一个红萝卜，两个人入侵。我分给他一个红萝卜，他就退了。等我把他们帐篷打掉，我们把他侦察兵打掉。哎，中间又是占领呢、啊，又是占领，又是占领。哎，我在中间，我在中间，我可以很有机会。哎，我拿到了。然后他们过去了。我拿到，我拿到了。然后在哨塔那边，那个哈蒂，我放在中间宝箱哦。来拿，来拿。我跟在你后面。我就把它闪亮亮的都放过去。还有金地呢，天哪。那个牛排就没收了，不好意思哦。有人问说那个20%血量是总血量的20%，还是说是现有血量20%？好，盾牌给你，盾牌给你。现有。有斧头哎、欸、我收了。有石头哎、欸、我也收了。哎哎哎，我刚刚卡书法，我卡书法。嗯。哎、欸，他什么时候进来的？我这已经跟你讲说，本来就有了、啊。没看到他，刚刚我看到一大家都退回去，我想说应该没事，不知道他走旁边过来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们先用，可以用听眼兵吗？还是我去挖？听眼兵要挖多少啊？其实50个有点多。50个可是可以换吧？不是有金矿可以换吗？金矿就是10个换一个、欸。十个换一个、啊，没关系，我在这边挖。好，我现在这边很闲。我去做工，我想要弓箭。啊，我的绿宝石欸。哈基 ，help！ 反正先，反正我只要挖个5轮就会有。呀，这边啊，他们喊 help， 所以我们先不要攻击他们。挖个10轮就有10个绿宝石跟50个。用指令把他杀死可以吗？是要干嘛？他可能卡住什么的吧，你就杀他吧。都有人有这样的要求了，就没听过这种要求。讲他是跑去哪里了？哎、欸，点点名，点点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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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回来，快回来！不要。快快，我快回来，快回来，我回来了，哈基，耶，暂时关闭了，耶、yeah ，为什么啊？他是怎样？他挖到我们家楼下，我们家楼下那边会那个，哦、啊，不能够那个哈，嗯，不能够挖东西，结果他把自己封死了。哦，原来是打这主意哦，可是他忘记，他应该不知道说那个会变成冒险模式，冒险模式啊，他不知道啦，那。他也跳不回去哦，就跳不回去啊，当然就是这样子啊，蛮可的，哎、欸，可的。如果有一个从我们右边过来，这样的话，要不要你那个可能要有一个自杀指令？是摇，又是摇，嗯，以防有人真的在实战中不小心这样，就真的没辙。你把他打死了吗？对耶，哦哟，摇的一个愚蠢，帮你测到地图了。没有，我觉得那个应该要事先讲，因为他应该是不知道。暂时见我的了，哇哇，好梦啊！我去吸个。我刚那边现在有啊，哦，终于到这时候了。我这么辛苦做装备，就是等这时刻。我还没有装备嘞，可以帮我弄装备吗？中间有一些铁啊，因为我现在一直不停的挖那个，我现在要用成天眼兵。没有，就自己来吧。大家现在很，我、哦、靠哟！欸欸欸哎嘿嘿嘿嘿！哎，我去防，我去防，我去防。我干掉他了。哇塞！等一下，我要认真防了。对啊，太大意喽。要踢眼兵了，要不然的话其实很不方便。也不是说不方便，就是有时候那个 ID 真的是要看不到。小雨把我们的湖泊拿走了，可是其实我们现在吃牛排。我们吃的是牛排啊！我没有想要理他的意思，对吧、啊欸？有人入侵，有人入侵。
哎、欸，三个人入侵哦，全部被我抢走了，抓走了。为什么？需要有钻石剑？需要帮忙吗？我给你的。三个人来哦。好，弄完红石，打死了吗？打死了，死了。三个来怎么都没怎么看到。药水是要用什么换？我来看看，感觉好猛哦。啊，我胡萝卜吃完。哎、欸，我拿到他们的。我用铁，迅速隐形药水。你怎么弄出力量药水啦、啊？自己做的、啊。哦，自己做，好猛哦你。刚有人过来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他地好强哦。他们挖了一个地道。哎哎哎！靠，等一下，我刚杀了两个人说。哇，被他们换到血了。好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为什么？怎么还有一个？狙击手，谢谢。为什么会来？他们到底是从哪边来的？哎、欸，米菲，我刚不是杀死了，他是走那么快。可能要看一下啊、哦。哎、欸。哇，我辛辛苦苦哇，他们要直接做了好久，终于来了，强力三的弓，我要去了。先给你忙一下，我去买个东西，买个食物。你要买食物吗？我想去换，我现在这边有12个绿宝石跟，他们都来了，四个都来了，他们要一次性。中路哦，侧边，右边的。狙击手，谢谢。哎、欸，点名，回家。点名。那可以增加血，那个可以加血，加血。我到了。等我，腿比较短。到了。耶、yeah, ，补血。补血。好，现在是我狙击手时代了。我现在那边有12个绿宝石跟六一组多的铁那个金币，可以换吗？换得出来吗？我看到了，他们走右边，然后游泳又来游到一半，对啊。哦，是哎、欸，怎么换的？听那个令是怎么换的？嗯，令、欸、躲过了，这下就躲过了吧？铁兵吗？对啊，铁兵是告示牌直接点就可以了。哦对哦，有人来了，哇塞！哎、欸，我刚哎，大家，干巴得，哎，太多下了，大家，哇塞，太多人来了，太多下了，可以，他们现在就是用免洗战术啊，我觉得那边要，好，我站在这好了，我就直接站在这，把这边封起来可以吗？哎、欸，可以，外围圈你。他们到底是他们从哪边跑过来的？他们只是从……我现在在狂杀人中，所以他们是从哨塔过来的吗？狙击时代。啊！不想掉水里了。你侦察兵还在吧？天啊！我刚刚杀了几个人啊！我的妈呀！我们靠杀人赚来赚分数。神秘商人出现，可以帮我做一点弓吗？弓已经要没了。你是说箭矢吧？哎、欸，对啊，箭矢。我跟你一半我的。啊！谢谢。哦，你这是说毒箭啊，好猛啊！我杀了七个人啊！刚刚，他们刚是到底是怎么用的？他们在右侧。对啊，他们就是走我们的右侧过来啊。我去倒个水好了，右侧实在是一直来。又干掉。捡箭石，回收箭石。那你应该可以先 handle 那边哦，我再去看能不能再换一点。好啊。要不然会没有，那我再去挖哎、欸。
再去挖一点那个好了。我就杀到底了，好坏哦！毒巧克力，毒还是我放的。打一下就走，免得走太远，回不来。你是站在那个人家从这里狂杀是不是？几乎啦，他们过来了，追追追！因为他们就一直想要过来啊，那我就一直杀。这我也没有办法啊，他们一直来，我好不想杀人哦！你们不要再过来了。哎，田建明呢？我去他们的阵营塔、哦。来不及了，我滑键盘坏。你们都到了吗？我在家里，我键盘哥过来了，快乐，所以没办法是不是？嗯，动不了。那我就算了。他们有要杀过来一直吗？他们杀过来蛮恐怖的。但小柯，你快回来！他现在那个，他就一直待在那边。你回来，你回来。是啊，我回去啊。我就待，他就一直待在我们面前。我就进那个、啊、他们的阵营塔里面啊。我还在挖他们嘞，挖个两下走。你回来了，所以你回去了吗？我把摇射回去了。对，那个到底有没有结束啊？没有啊，还没啊。咦？没有，还有九滴血啊，他们还有九滴，18滴，就直接结束吧，不要虐待他们了。欸，我很认真在打、欸，想要结束也不是那么容易啊。为什么穿透他们啊？哦，有人有装备哦。啊，那你啊、哦，我保护你。哇，结束了，要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要结束了，输了。耶、yeah. yeah. ！哈哈，对不起啊，我杀了30个人啊，11-00，哇，好，我去开大通啊，扣一下他们的庙了，好，杀人王不枉费我做装备做那么辛苦吧，各位，强力三的攻。Hello， 抗议抗议，怎么了？你还记得我吗？抗议，我觉得不能穿装备。怎么了？好难打、哦。不好意思，杀那么多人，我好不想杀人，可是你们一直来，我没有办法。等一下，没有办法。等一下，你们说什么？不能使用致命性武器。你那个，你的显示会错误哎。显示会错，我知道那个上面那个会错误，我知道。阿纪，要这么打他？哎、欸，我那个算 bug 吗？不是，我们这个正常就是会到我们附近会冒险模式。你怎么掉进去的、啊？没有，我就挖地道，一直挖过去啊。他大概是在临界点的时候把自己封住了，就是他出不去，要进不来，要被挖了。可怜，他直接卡在那里。当然射两下要死啊，这强力三的功能。底下要不要直接用鸡眼啊？不然他会挖哎、欸，底下直接鸡眼好了。哎、欸，不要这样嘛！阵营塔底下直接就是阵营塔那一块，反正不能挖，下面就直接那个就好了。下面直接鸡眼，像你挖不来加我。对啊，反正那边也不能让人家挖。反正不能让你挖的、啊，你。可是真的是超夸张哎，超痛的。小雨觉得如何？走开啦！为什么？揍他哦！走开啦！好险，走开啦！我是骂鸡眼的那个统计数字的话，就是说，第一个是杀人次数，第二个是死亡的次数，第三个是攻击核心的次数。啊？没有在跟观众讲，他们看不懂。就你们按 T 啊，会有那个。嗯。可是我的没有。看的时候退局会模糊的吧？按 T 会有统计啊。杀人次数。他在送我，这次没有出来。核心三。嗯，这次你没出来。嗯。对啊，我的没有。刚刚我们输也有出来。巧克力弹匙，
我不要说我，哎、欸，我没有资讯，我好不想要杀人，我真的没有办法。哦，没有资讯，他真的好讨厌啊！我真的没有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觉得他人还蛮好的、啊。谢谢。然后你们后面有父母吗？感觉好像你们没有父母，没有。后来没有啊，已经几乎都已经。超被打乱，为什么不复啊？放弃，他们没有附魔台，因为被我拿走。没有，我后来有换，可是、哦、有换吗？根本没有空啊！哎、啊，没空。你们交易所那样会不会变得比较漂亮？超讨厌、欸，我想揍你！超痛苦，你知道？你知道我很痛苦，知道我。